现在都不调，调啥？咱随缘枪法，要啥就买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意儿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哎，四倍撇地下了，四倍撇地下了，我去前头了。呀，哎呀！哎，你用王座迟早会被封号的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瞎搞。你的号要是小白号也就算了，你要号要是买了皮肤啊，充了什么东西啊，你去用那些王座啊，用那些什么连连屁啊，开挂呀、啊，迟早，跟你说，迟早会被封号的，迟早的事情。不是我吓唬你。好像有人呢，上面。祭坛上好像有人呢。来了，来了吗？我靠！撂倒了一位，那怎么搞？我还没来呢。没事，不着急。需要我支援吗？怎么说？我撂倒一位，搁这爬呢，还有个队友。那队友对你有威胁吗？当然有了，我给他队友封个眼。这小子搁这爬呢。你上桥养护我就行了。一会儿他队友过来扶他来了，我不扶他呀。往前上，往前上。就我这个视角。完了，死了。他在桥左边。就搁你那边，就你那撇。右边是吧？好好。现在不知道去哪了，可能跳。一个人呢？满兵队还是两个人？就一个了，我打死一个。在打你吗？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人在哪里？能看出来吗？我也看不见。收割炸雷品了，我下去吧。两个人都在石头后面，在这个石头后面。哪个石头？这石头啊？嗯。我这给他们跳个舞，摇摆。你这有点狂了啊！你这个，哎，看到我们？你这有点狂了、啊。看到我们，看到我们。嗯，我假装走吧。好，在他面前兜一圈，然后假装走算了。你别被他把轮子打坏了，他父母轮子打坏你就完犊子了。哎，我假装走啊、哦。完，你继续搁这。嗯。哎。你蹦蹦目标太小了，他看不清楚啊，不知道你走了。能看清吗？也不会也跑了吧？哎，没过来吗？应该是没跑，没动。他应该走脱不了我的视线，我这个地方。这俩人也是的啊，那不敢冲。就冲呗，怕啥？他们开摩托车，开个吉普车，使劲的开枪啊！你使劲的开枪，开枪，开枪，开枪啊！开枪！那蒙你脸啊！完！哎，给我撂倒了！往下躲一下，躲一下，我来了。我躲这边来了啊，俩人。好。漂亮，漂亮，没毛病。哎呀，让你们牛逼！其实我是故意被他们打倒的，刚才。然后我这就是战术啊，配合。看没有？一波肥就这么简单。从天而降的男人，就这么简单。
永远都是这个游戏啊！这对小嘎嘎二啊！克六克六克六！嗯，舔包。哦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舔包时光。这边有人，这上面有个吉普车。没办法了，就得这么上了。完了，这点还有个轿车。反斜。行，可以。反斜有轿车啊，别往上走。来了，这位置。完事儿，三连暴走。我操！你看看，你这个的厉害之处吧？哎呀，这全是小嘎嘎，让我突突突突突突个背后全扫似的。很近，近点就有人。哎，你咋被弄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。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靠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你是什么眼神这